孙正义陈涛突上热搜引质疑，耿直网友直呼不认识。今天一早又有明星们的恋情被挖了出来，消息一出来就迅速被送上了热搜前三的位置。但这个关于恋情可能实锤的，让不少网友一头雾水的进去又一头雾水的出来，因为当事人的知名度并不是特别高，这才让我们对他们没有很强的辨识度。这两个当事人分别是 SNH48 的孙正义和青春有你的陈涛，想必很多人都不认识。陈涛也是2000年出生的，参加过的综艺似乎也只有青春有你，相比于孙正义他还不是特别的出名。这两人的年龄都特别的小，不太有知名度的他们如今突然一起上了热搜，大家难免会被他们吸引。现在的新生演员很多，就像雨后竹笋一样，难免有不认识的明星，有几个不认识也是很正常的，当然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。